嘉义市政府消防局日前甲万东百货公司嘉义店共同办理小小消防员体验营，现场也有二消总队防火宣导队的姊妹担任开场贵宾，来表演宣导话剧，以及有奖竞答等等丰富的活动，也和民众来体验消防生活。活动以多元活泼趣味性方式进行宣导。嘉义市消防局特别设计四个闯关游戏，分别是烟雾体验、小小消防衣穿着、地动甲一氧化碳中毒、甲 CPR 加 AED 救护合适操作，最后重头戏由二消总队防火宣导队为现场的民众公益整头毛，消防结合公益，让活动具有意义。嘉义市消防局就结合远东百货公司的周年庆，就在那个10月10号那一天有办一个。消防小小体验营，哈，还有浓烟体验啊，还有小小消防的着衣，穿着的体验，还有浓烟体验，就我们那个防灾防震的三步骤，都有跟小朋友宣导。嘉义市消防局表示，透过活动以及各项消防体验，提醒民众对火灾预防的重视。除了借由体验落实消防宣导防火观念以外，更期盼结合公益活动，将各界爱心和关怀送到嘉义市每一个角落。新闻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